小宝林，小宝林，你要找什么零食吃的？快看，妈给你买了一个熊掌奶酪，来拿着吃。可别给你姐姐哈，就这一个了。你姐姐要是来偷吃的话，告诉小朋友点亮小红心的小家伙，妈就来打他哈。你咬咬一口尝尝，好吃吗？咬一口，咬一口，尝尝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可在这里吃，可别给你姐姐吃哈。妈去做饭去了。小朋友，他姐要是来偷吃，你们给我发送这里的小红心小家伙。只要你们发送小红心小家伙，我就把小柏林这些零食呀都分给你们吃了。你看小柏林有这么多零食，小朋友你们喜欢吃零食吗？喜欢吃零食的小朋友一定要帮我点小红心小家伙。我先走了哈。弟弟弟弟，你吃了这什么呀？熊掌奶酪。给我吃了吧。不给。不给。哎，你口袋里鼓鼓的，装了什么好吃的？没什么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啊，还没吃过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小老鼠果冻，我最喜欢吃了，还装口袋不给我吃，我要打开这个。再打死你我！哎，我让小朋友给我点亮小红心，姐姐要告诉妈妈。让小朋友点亮这里的小红心，给小家伙告诉妈妈呀？对啊。手机前的小朋友谁敢点？你们要点的话，我用这小老鼠咬你们的手，汪汪汪！小朋友都是胆小鬼，不敢点小红心给小家伙了吧？小问才不怕呢。哎呀，还真的有个小朋友不害怕，他把小红心点亮了，啊，又把小家伙给点消失了。哎，我去他家揍他去！你别走哈，你就坐在那里别动，我这就去你们家，我捶你们鼻子，捶，把你鼻子给捶流血，我再回来。小柏林，你可别告诉小朋友我去他家了哈，我要偷偷的去小朋友家，就捶小朋友鼻子去喽。小宝脸，你在这里吃着奶酪哭什么呀？刚刚我看到小朋友点亮小红心小家伙了，你姐姐也没偷吃你熊掌奶酪呀？哎呀，偷吃我那个小兔子果冻了。你口袋里的小兔子果冻被他偷吃了？对啊。这个臭丫头下来的，他又去哪里了呀？他又去打小朋友了。他又去小朋友家打小朋友了。哎呀，小朋友你们别害怕哈，你看我们家还有这么多好吃的呢，我要送给你们。他要打你们，你们关上门，可别开门哈！你看，小兔子果冻家里有这么多呢，他把小宝林两个给偷走了。哦，这里还有好多呢，小朋友快看，还有好多爆浆糖，里面全都是爆浆，西瓜口味的，小鸭子的，火龙果口味的，你看还有草莓口味的，还有这是葡萄口味的，这地球仪口味的，你看地球仪的还有两筐呢，还有你看这么多，我都送给刚刚给我点小红心小家伙的小朋友吃，我一个也不给他姐姐吃，我得把门关上。关上门不让他回家，让他天天去打小朋友。小朋友你们也关好门，可别让他去你们家打你们哈。我现在关好门了，他落不着回家了。